Beautiful baby。不小心摔了跤，没关系，亲爱的孩子，My beautiful baby， 考试只有二十几，没关系，亲爱的孩子 ，My beautiful baby， 他打枪不见了。想去，亲爱的孩子 ，My beautiful baby， 有妈妈味道的小 baby， 味道我心掉了。别哭，亲爱的孩子 ，Don't cry, my baby， 小 baby 拿出来晒一晒，香喷喷的阳光。可是山垮了，海滩被买卖了，从古老的雨天来的风被污染了，人的心也被污染了，被利益收买了，我怎么能对你说理所当然？对你说，昧着良心对你说，可是山垮了，海滩被买卖了，从古老的以前来的风被污染了，人的心也被污染了，被利益收买了，我怎么能对你说理所当然？对你说，昧着良心对你说，
接下来我们邀请阿红起。欢迎阿虎。今天赵妈妈带我们，先从那点啊，那你们先唱歌再讲话，好不好？我跟他公比，请过来喝一杯。好。你们听过他唱歌吗？有。有哦，有的有哦。他现在要唱另外一首。不是不是。总要有点惊喜嘛。为什么有去上学了，可是还是很笨？为什么努力工作工作工作，还是没有钱？为什么生下来很胖的很想要变瘦，生下来很黑的很想要变白？哎，笑了。为什么那么羡慕别人的意思啦？为什么那么曾经彪悍，在众人的面前夸耀自己的家族、自己的这个战功彪炳，可是心灵却非常的懦弱？为什么这个山林跳跃的族群却会被警察抓？为什么山林跳跃可能比较不好懂，就是在山林里面跟大自然相处的能力很强的这种，就是说在山里面不会饿死，下雨不会冷死，这种也不会怕胖，也不会怕黑，也不用上学。这样的人为什么被警察抓？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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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首啊。
马代马，马哈什玛米萨古里，马哈拉，马比亚杜，马普西派多阿桑，吉杜拉。Alush Muhav Basan Chikui Maviy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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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 Malasta Pangaupa Ni Mama Libu shaupa, kada mushlibu, maviado, maviado.马比亚杜，马比亚杜就是为什么？马比亚杜这首歌还有一个比较深的意义是搁浅，搁浅，切对，台语就切对，切对准，切对。它就像我们现在以为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以后嘞，它这个。有太多的愚民的政策，让我们以为民主可以带领我们走到更光明的那个地方去。其实，如果我们没有走出来，我们安不化心啊。像这一次的公民的行动，甚至马英九像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唤醒了台湾公民意识，对吧？坐着而已，就是要说出来，说出来不是话听话送的，爱行出来爱去做。刚刚是有一个伙伴团体丢出来，一个人去拉十个人，或者是那十个人再去抓十个人，把这种我们对阮安对台湾的这条这个痛心呐，阮原住民都原住民的一个有原住民自己的悲哀。安国公不会一直沉在那个里面，而是有更多。主要是这个环境安奈都安奈，没有了就没有了。这个环境是我们的，我们先把这个环境先过掉，用我们的行动来先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以后我们再慢慢算，对吧？啊，起码这个空间要先还给我们，这是安奈，不是中华民国政府的。不是公民党嘛，不是民进党，是安的，每一个人的。如果我们没有用实践去行动，在这一波，说真的，接下来应该是讲就安尼尔啦。25万人对台湾人来讲很少哎，1300万人啊，干那25万人，2300万啊，那能行对吧？25万人很少，1%啊。多一点的门槛是多少？不，外籍工，是另外一题啊。但是有2300万的公民、人民、国民、人民啊，公民教育在别个里啊。
有投票权的。那小孩子他们未来是他们的，1800万，他们却没有办法投票。有的时候想一想，民主需要一直一直的去被推动。如果我们没有，安娜是不是走出来？安娜是不是？有人知道吗？公民有多少可以投票的？1800万。超过，差不多1800万啊，900万，差不多吗？门槛的，门槛是900吗？900万，900块我有啦，900万，有啦。对啊，要开那么多票噻，常常想都觉得怎么可能？啊，人就是看恁无嘛，为日本人开始，国民党过来甲你镇压下去，有没有发现他嘴巴很贱？无啊，看咱台湾人无啦。听说台湾这块土地人，你讲无啦，900万、90万看有无？900万，跪在行路。可是我们在这里也只有，好吧，70人，也只有70张票，所以大家多多想办法啊、哦！如果我们一人找10个的话，就是7000张。再找10个就7万张嘞，有没有很嗨？我每次这样想就觉得，对啊，是的，其实是有机会的、啊。只要是有心的人聚在一起，那个热量真的超过不管900、1000万。要搁有心的人伫这块土地上，俺都500万。所以说慢慢清算，因为我只会。后来我知道我是布农族以后，开始来看阮布农族的历史，啊，布农族安怎行，伫即个，就我台语啊好，中文啊言语嘛是同款，乐乐咧叫啊，对吧？啊，你讲我是因为爸爸妈妈拢是，对不？蛮多教育学科啦 ，skills 等等，那个啦，闽南语我俩，那是不得已。可是，自我开始要讲阮家己话时，历史无教。1941年，阮遐那本路事件，遐个咧，迄个呢出草的时间呢。1941年那本路事件，那是为反抗日本人才出草的。1941年，人家大上海已经开始在跳国际国标舞啊，国家民族概念已经啊，可是我们都没有。可是，1941年到如今才多少年？阮的历史都要无去。虽然吹无，虽然那边无去，啊，不过有这个心的时候，就会开始啊。所以不管多少人，即便如何，总是安尽心尽力，拢在路上啊，总是在这个路上，大家一起努力啊，在这个台湾。可是比较麻烦的是说，因为政府说那是国有地，然后这一辈如果不走的话，后一辈就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连地图都没有。中国。我记得那个有一个歌手叫王洪恩，他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每一个同学都带了一张中华民国的那个地图回家。老师出了一个家庭作业是带地图回家，叫家里的长辈指你们从哪里来。那我洪恩就是奶奶在家就问奶奶我们从哪里来，奶奶就说我们从这个风来的地方下来的。我洪恩就很生气，不是，是地图，你要指里面从哪里来，地图就很。他讲给我们听，觉得啊，又好笑又心痛，因为你不给他一个地方指，他就回去学校，老师可能会给他0分哦。哇，唱嘛，嗯，好，怎么讲？也许有一天，也许有一天。
신이비시가소가엽도나가우가나가마바아와이야야요也许有一天你也会想要离开繁华的城市，也许有一天你也会想要看见妈妈说的那儿是像天堂一样的想象，也许有一天你也会想要改变，用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价值，也许有一天你也会想要了解古老的歌在哪里诞生，也许有一天Más tan me lindamos tu edad más que su junta de la clase y el chico para que la edad a malcón y más de clase la edad más limón de la la insigún que en la jata que sin dando la la que manso asam la la que se luce que se luce que con lo maja con lo maja con lo maja se me cantó es china por su junta吹着你的长发，让眼泪尽情地流下，尽情尽情地唱呀，回家吧，回家。让风吹着你的长发，让眼泪尽情地流下，尽情尽情地唱呀，回家吧。有一天你也会想要离开繁华的城市，也许有一天你也会想要看见妈妈说的那儿是像天堂一样的想象，也许有一天有一天能活出脚印还想遥远地最遥远的城市，也许有一天你也会想要离开繁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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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城市，
有你人，你有迷上。